心你爸。爸呀，没踢着你吧？你这踢着不踢着倒没事，你这干啥呢？这在家哼哈的。咋了？吃啥东西不消化了？啥不消化？我练女子防身术呢。哈，哈。不是你练那玩意儿干啥呀？那万一我走夜道的时候碰成坏人对我图谋不轨的，我就哼，你去看看，碰行了，孩子啊，记住，对咱图谋不轨的那个人，不一定是坏人。但他肯定缺心眼儿。你想想咱这体格还用什么术吗？一屁股就把他坐死了。不对呀，爸，那万一碰上像你这体格到底谁坐谁还不知道呢。行了，你一天到晚够累的，有这功夫睡会儿觉歇会儿啊，别整这黑哈的不行。爸，我一点都不累，就算这女子防身术用不上，那咱可以当健身了。1、2、3、4，2、3，多好，对吧？来，我教你，来，你摆好了，我教你女子防身术啊。你教什么？女子防身术。我跟你学女子防身术啊？对呀，万一用得上呢，爸，你看。你放心吧，肯定用不上。你上底下打听打听，从古至今，谁听说过60、70岁老头子走在街上被人非礼了？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范爷呀，救命啊。哎呀妈，小倩啊，你起来。哎呦，你咋的了呀？这是啊，咋回事啊？你被人非礼了？没有，咋？门口有个卖碗的，要价2万。人家要2万跟你有啥关系？咱小区张奶奶相中了要买，我就多了一句嘴，我说张奶奶你可得看好了，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，别被人给坑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也不算多嘴呀、啊、你不怕张奶奶上当受骗吗？张奶奶听完这句话不买了啊，卖碗的急眼了，在后边追着要打我。那你跑你家，你跑我家来干啥你呀、啊、我爷没搁家。孩子，你做这个事儿没错，你爷不在家，范爷爷替你顶着。对，我怕你顶不住啊。我什么顶不住、啊、咋的？他比我俩还胖啊。胖倒不胖，就是那腿啊比你个儿都高。哎呀我的妈！哎呀妈，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？还比我个儿都高，我怎么那么就不信呢？我看他到底啥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我也不知道你瞎这样干什么玩意儿人呢。哎呦我的，不是那个大兄弟啊，没啊，那个有话你坐下说，请坐。 我站挺好的。不是你站着我看着晕，你是这家伙这个头比我血压都高。你说话不中听，那个血压血糖啊，你这那人跑哪儿去了？哪个人啊？就刚才那小走走这腿倒挺快的，就他的。啊，你是说刚才进来那人啊？嗯啊。你找他干啥呀？找他事儿大了，我找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说什么事儿？我门口卖完啊，他挺好啊，这老太太，我就那什么玩意儿，就准备着他过来，啪一说老太太，你说走了，我找他，我就钱。兄弟啊，你在哪儿撸串把舌头烫这样啊？不是我说，这个你我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吗？就是我想认真聆听一下，你一个字一个字说啊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慢慢给你叨叨啊。怎么事儿呢？就是我门口有卖碗啊，然后呢，老太太看上了，我挺好生意是吧？2万，完了老太太准备掏钱，她唰的过来以后啊，得老太太走了，就不买了，我得找他呀，老太不买碗，我得碗卖给他呀，我得。不是，我明白了，那老太太不买碗。啊、你找他干啥呀？他废话，他搅和的，我这不找他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哪有你这么做买卖的？你这岁数大，说话不中听，谁呀？这不是你干啥呢？你替他说话呀？我就替他说话了，我是他岳父。岳父是啥玩意儿？我听说过岳母刺字啊。
岳父吃什么玩意儿呢？纹身的。这谁人？看样没少打光棍，连岳父都不懂。那个什么岳父吧，就是媳妇儿的爸爸，泰山，老丈人，老丈眼子，明白不？早说明白了嘛，都是一家子的。妥了，那就找你们家了，拿两万吧。